Hello，大家好。前面说沈阳现在全面解封了，现在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呢，我们就可以随意进出各种的公共场所。北京是去不了了，但是沈阳市内还是随便可以转一转。小阿佑的百日照也推迟了一个月，终于拍上了。再不拍，感觉都要变成半年照了。阿佑特别配合，特别高兴，拍得很快。姐姐在旁边呢，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他拍。因为来之前我跟姐姐交代了，我说今天是阿佑的日子，是给阿佑拍照片的日子。姐姐在旁边看，一会儿拍完了呢，我们会有合照。一共是3套衣服，小阿佑全程都非常非常高兴，拍得很顺利。最近我发现阿言很不容易，他无论怎么做呢都不对。平时我天天抱怨他只爱女儿不爱儿子，主要是他有时间跟阿佑在一起呢，要么就是看手机，要么就是看电影，也不怎么跟孩子互动。一抱着儿子呢，他就首先的反应就是要哄他睡觉，或者他同时在看2个孩子的时候呢，他都只跟女儿玩，完全都想不起来旁边还有个儿子。然后我就经常抱怨他，我说你不够关心儿子，你不怎么爱他，你怎么都想不起来有一个儿子呢，太偏心女儿了。然后昨天逛街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朋友，是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次碰面的朋友，也可以说是平时不太怎么熟悉的朋友。然后看见了提亚呢，因为提亚最近瘦了，他马上就说，哦，提亚你瘦了，说你们是不是有了儿子以后就不管女儿了。他的语气就是满是责备，真的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是真的觉得我们很重男轻女，提亚受委屈了，弄得我们哭笑不得。因为提亚现在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个子高了自然就看着瘦了呀，所以真是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出来了我们重男轻女。看见提亚之后，他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这些话，或者在他眼里，他的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我们是这样的人吧，所以才会看见了提亚之后马上就会把这个话说出来。对于朋友的指责呢，我们有点百口莫辩，也有一点点不屑，所以也懒得跟他解释。朋友走了之后，阿言就跟我说必须要对女儿好，因为如果对儿子不好呢，就我们都跟别人说阿言只爱女儿不管儿子呢，没有人会说阿言有什么不对呀、不好的，说哦是吗，是这样啊，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了。但是如果呢，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们对 Tia 有一点点不好，那 Tia 是瘦了，或者是哭了，或者是受委屈了，或者是我们对他有一点凶了，大家马上就会觉得，哦，他们是重男轻女的家庭，这个帽子马上就扣过来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阿言还真的是不太容易呢。对女儿好了之后呢，我就会说啊，他不管儿子了。如果他对儿子好一点呢，大家又会觉得他重男轻女。但是我又想了一下，那些能够提出来重男轻女这个词的人，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呢？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面根本都没有这个意识，脑袋里只有老大和老二的区别。出去转了一圈呢，回家之后我们就特别的饿，相信因为疫情封城在家隔离的人呢，肯定是越吃不着什么就越想吃什么。像我们东北呢，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烧烤、小烤串，这个也是阿言喜欢的，所以解封了之后呢，必须马上安排上。Tia 吃饭的时候呢，习惯跟他的 Rajiv Jaju， 就是阿言的学弟呢，打视频，他会把自己吃的什么分享给他。我们真的很夸张，每天都会跟阿言的这个学弟呢打好多次电话。我们只要吃点什么或者干点什么，早上晚上必然会打电话。可以说他是阿言这边包括他的家里人都算在内，对 Tia 最关心的一位。Tia 和阿佑有一点点什么发展呀，什么情况呀，马上都会跟他说。阿言自己也说呢，他比他家里的人都对 Tia 好，都关心 Tia， 更喜欢 Tia。吃烧烤，阿言还给自己安排了一点小酒。你这个方面他真是越来越东北了呢。再说回到印度这边，是不是大家很少看到我们跟印度的家里人打电话？
嗯，事实上也是，确实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不给家里人打电话呢，我婆婆、阿言的哥哥，然后还有嫂子、姐姐呢，他们基本上是不会给我们打电话要看提亚的。也不知道是他们不想孩子，还是觉得也看不着，然后看见只看见孩子的视频会伤心啊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不关心。反正我就觉得他们很冷淡，对于我们，我们家新装修的房子呀，生孩子呀，孩子每天的日常啊，我婆婆基本上都不怎么想要看，或者说是她从来没有主动的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要看孩子。可能是如果我一个礼拜都不给他打电话的话，他可以一个礼拜都不看我的两个孩子。也可能是他心里想了没有表达出来吧，他们家里的人都比较含蓄一点，不像我们阿言说我有点表达太夸张了。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是阿言说的，就是我婆婆还有他们家里的人真的很喜欢我的孩子。我也不想过多的去纠结这个，因为这个也会给阿言很大的压力，毕竟他自己也是家里不受重视的中间的。再给我表演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还没动呢。这样，我再来这里吧。你再给我表演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。OK， 你再来一下。哎呦，出口水了。那这个不，擦脸 ，OK。看完了，还给我 ，OK。这个手还给我，擦脸，来，擦脸。他真的就擦一下又还给你。别这都跟着都。提亚也要擦，提亚也会。OK。提亚还故意弄脏一点，然后再擦。你在那儿在这儿呢，给他们家一个，别出来。哎呦。哎呦，爸爸也喊喊，爸爸干嘛准得好？抬头的看，来，摸波去了都，摸波去了 ，OK 啊，爸爸说的 ，OK，Thank you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哪里没到？得看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你也太无聊了。